说明一下哈，这个流量计在下方这里了哈。那下方这边的话，假如说水要往外排出去的话，经过这个流量计，我们才知道说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水出去量多少。那它这个入放管这一个接过来以后，直接就这样排出去了，所以没有经过下面这个流量计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个水排出去的流量计没有经过的话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量排放出去是多少。好，给我。你决定。没有，他都是询问这个，可能其他专家，他们就会用自己直接跟专家很好的陪审团去。什么出什么问题？万一刚刚在帮忙，是科长在里面，马科长进去呢？我先休息一下。爱讲不爱讲啊？只要真的，我刚才讲，我苹果的我都不讲了，又不是我讲的。